听看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，伫我的门徛边向后的迄号人有福气，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，是要对耶和华得着恩惠。这时咱三个来起立，咱起立来做念四道圣经。我信上帝，万年的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经教导，对在基督我里也出世，伊温柔也有恩爱的基督。稳定满满，听我的阿爸爸，我的上帝，我欲用歌乐欢喜来感谢你，特别你稳定大大赐福给我的教会。以前一段时间，我暂时无牧者伫我的教会，啊，得到你的祝福，你有推荐。你的情中的工人黄牧师、洪牧师、林传道来到我的教会来牧养属你的正灵魂，我要祈求第一个神感恩三个祈祷，特别祝福而且牧师传道因的成就给天因开力能力智慧，也予阮所有中职同工团结以及所有会友，用一同一样的心三甲来做主力所爱阮做的工，予阮的应付教会大大复兴，大大进展。我欲祈求你，予阮一个无偌久，欲设到六十周年的时。一旦在中华地区来开设教会，不管有咩个影响，另外有地点来传扬主的福音，在中华地区，今日阿爸陪我的上帝，今仔日，阮新年的头一个月，阮伫教会内要来吊几号花。要来回顾过去教会过去一年，这时间以及各团体这一切活动，同时也来检讨改进的所在，予阮要来头前的路障，会当搁较进步，得到助力的引导带领。我的应付教会大大来来奉献，啊，将助力万民福音来传扬伫中华这个地区，祈求助力神支持甲阮三十几个带领阮今日早的敬拜以及教会，我安尼祈求感谢，拢是靠主的圣尊名。Amen。
第二三个来启用经文二十七篇，经文二十七篇，我来启请咱大家来用。就称赞上主，上主的荣耀，就称赞上主的名。上主的名应该受极称赞。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。上主通通达万国，伊能够照万国通。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？伊在地上的所在，后来到天国的。伊对人来提拔，善下人，因受伊无限量的人，予因甲贵族排做伙，甲阮国的贵族做伙。伊予未生的富人人有大家庭，真济富人的人后来欢喜。啊，做啥？是咱今仔请上